诸位同学，请看讲义丁这一段啊，改过之法，这个是四篇里面的第二篇。这一篇里面有四段啊，第一段讲改过之因，第二段讲改过之基，这个基就是根本啊，第三段这讲改过的方法啊，第四段讲的是成绩啊，绩效。我们先看第一段，这吉凶之兆，兆是预兆，无论是吉利或者是凶灾，在没有来临之前呢，都有预兆。这些事情自古以来例子太多太多了。古人一般读书人对于这些征兆啊，都能够看得很清楚啊。现代人即使非常明显的预兆他都不能够觉察，这原因在哪里？这个与读书啊有大关系。古人所读的确实是圣贤书啊，读书的目的不是求名闻利养，古书里面所说的读书志在圣贤，为什么读书？读书是为了做圣做贤。什么叫圣贤呢？圣贤就是对于宇宙人生的事理通达明了。这个通达明了的人就叫圣人了。不能够圆满的通达明了，也在通达明了这里面去认真努力学习，那就是贤人。在佛法里面，圣就是佛，贤就是菩萨。读书目的是为这个，不是像今天的。今天我们有这个同学来问哪个学校啊，哪个课这个个学系呀、最有名啊？说这个学校是医科最有名啊，这个医科毕业出来赚钱最容易。你看这那个读书的目的都是为了赚钱啊，是为名闻利养而读的，他哪里有智慧呢？啊，吉凶预兆在面前，他怎么会看得出来呢？志在圣贤的人，他心是清净的，心是定的，清净心定心生智慧。不但是很明显的那太清楚了，就是很
很晦暗的预兆，也就是不甚明显的预兆，都能够觉察。《了凡四训》这本书里面举的例子就很多啊，所以我们要细心的去读，细心的去体会，去观察啊，这是应当要学习的啊。我们在这一生当中啊，你才有能力趋吉避凶啊。如果对于吉凶的预兆都看不出来了，你到哪里去躲避？那么这个里面给我们讲了一个大原则，这个要记住啊，过于厚者常祸福啊，过于薄者常惊祸。讲存心呐、一个人心底厚道，不欺骗众生，这个人常常啊得福报啊。心地非常刻薄的人，容易得到灾祸啊。可是现在我们要拿这个道理给人讲，人家听了摇头不相信啊，反而告诉你，你厚道被人欺负啊，啊，刻薄厉害啊，没有人不怕他。你看看那个想法完全颠倒了，这个是不知道因果报应的道理。只看到眼前，目光太浅太短了如果眼光看得远一点，你看这两种人，一个是心底厚道的人，一个心底刻薄的人，你看他十年八年二十年三十年后面那个结果你就知道了。古时候如是啊，现在还是如此啊。刻薄的人能行家啊，能够聚集亿万财产啊，可是自己死了之后呢，儿子不争气啊，三年五载啊，就把他老子积蓄的全部败光了，那就是殃祸啊！这个是自己前生修的福报大了啊，到自己一生呢，还没有能够这个衰相还没能现前呢。如果自己过去生中福报不够大，我们在今天看的时候，有人发财啊，三年五载就败了破产了；有人能够支持十年二十年啊，也就完了，昙花一现了啊，晚年生活贫穷潦倒。我上个月在香港讲经，有一些人告诉我啊，看到香港是这个半山区啊，非常好的这种别墅啊，过去都是电影明星住的啊，现在呢都换了主人了啊，那些人享受这种富贵的日子的时候都没有超过十年。
在他有钱、有地位、有势力的时候，不知道修福啊，尽情的挥霍，尽情的享受，把福报都享尽了。处世待人刻薄，自欺欺人。而且你再观察一下，都没有善终的。这样的例子中国有，外国很多。所以诸位仔细观察，你就晓得。非常明显，心地厚道的人，肯吃亏的人，肯忍让的人，眼前好像是吃亏了，也许别人呢瞧不起你，轻视你，这个人有后福啊。我们常说啊，年轻的时候运不好，中年壮年的时候勉勉强强，老年的时候福报来了。所以诸位要晓得，享福真正的福报在晚年，晚年享福是真正的福报。如果年轻的时候享福，那个福报是假的，不是真的。晚年的时候没有福报，没有人照顾，生活非常贫穷困苦，那多可怜了。这个事情我们也见到许许多多做大官的，发大财的，到衰败之后在他得志的时候，家里头佣人十几二十个，多少人伺候啊，到年老的时候自己提个篮子上市场去买菜身边一个照顾的人都没有，生病了死了多少天没人知道，这个事情我们看过很多看这些事情啊，我们要晓得那是什么原因得志的时候不知道修福，不知道惜福释迦牟尼佛大圣人，孔老夫子也是中国历史上的大圣诸位读《论语》读佛的经典，你看看释迦牟尼佛这个孔老夫子当年在世他们的生活，他们勤奋戒俭惜福不但心地厚道仁慈，尽心尽力帮助社会，帮助一切苦难的众生你看看他的福报孔老夫子后代传到今天七十多代了，无论在海外是在中国大陆夫子的后人都得到社会广大的尊敬你说这个福报多大历代的帝王都比不上汉唐在中国历史上最负盛名了汉高祖的后代谁知道唐太宗的后代谁晓得
没有人知道了。孔老夫子的后代，人人知道。释迦牟尼佛虽然出家了，没有后人，你想想看，一直到今天，全世界多少人供奉释迦牟尼佛，多少人拜还在礼拜他的形象，这个福报多大？那个佛从哪里来的呢？过于厚德啊，真的，他那个心地厚道超过常人呐。所以这个福报啊，几千年都不衰呀。这是首先，这个吉凶祸福从这里看。一个人心地要厚，这个人将来一定有福；心地要刻薄，无论他现在怎样辉煌、怎样发达，不可靠。靠不住啊！心地厚道、仁慈，现在虽然很衰、很穷困。这个人将来有大福报啊！你看是看人呢，从这个地方看啊。看一个家庭也是如此啊。我们中国谚语常讲“家和万事兴”啊。这一家人，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纵然这个家庭很平常啊，小康之家，甚至于这个家庭相当的贫困，只要看到这种迹象，这个家庭将来一定兴旺。这是预兆啊。这个家里头事业再大，财富再多，每个人是一个心，彼此面和心不和，我们就晓得他这个富贵不长久。享受不了几年呢，一定要衰败的。从这个地方来看吉凶祸福很准确啊。然后啊，你才能扩大这个社会大众，这个国家，人民从上到下，你就从这上看啊，这个地区人民普遍都很刻薄，这就不是福地。这个地方啊，人民多数都很厚道，这地方是福地。从这里看不会看错啊。现在交通便捷，资讯发达，旅游观光很便利啊！诸位借着观光旅游到各个地区看看，你就看这个地方的人厚薄，看他们的存心，看他们处事待人接物啊，你就能判断这个地区的吉凶祸福。地方不善，就那个地方就不能住啊！夫子所谓的“为邦不居，乱邦不如”啊！这个地方快要有动乱了。
啊，快要有危难了，啊，这个有学问、有德行的人早就看出来，预先就要离开了。现在讲以明了，啊，这是说的预兆。啊，你看这个预兆是从根本上观察，从根本呢，在闲置于思想，在日常生活当中，你看他过的是什么日子？啊，心地厚道的人，生活一定节俭，懂得惜福；心地刻薄的人，恰恰相反。啊，享受奢侈，那个又不是福的预兆啊！那么再看一个社会，看这个国家。吉凶祸福啊！古人所谓之明若观火，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底下这个小段讲：至诚和天，天在此地。啊，我们现在的这个说法就是自然，自然的道理啊。啊，那么他的这个原文里面，这个天是讲上帝，是讲天地鬼神呐。啊，也能讲得通，讲天地鬼神，从四象上讲的。讲自然之理是从性理上说的。啊，性理跟思想是一不是二。啊，那么现在有些人不相信天地鬼神，甚至很多宗教的传教士都不相信有鬼神，但是他讲给别人听，他自己不相信。我们佛门里面，我过去也遇到有一些法师，在年轻的时候，法师们跟法师们这个谈话没机会了，讲这些因果报应的给信徒听啊。善因善果，恶因恶报，讲完了信徒走了。大家，你真相信这个？我们佛教里头有，其他宗教也有。那为什么你还要出家做法师呢？为什么你还去修道呢？职业嘛，混碗饭吃嘛。我都见过啊，所以我在很多地方讲经说法，我知道啊，很多人讨厌我，但是这些真话，真话不能不讲。现在这个社会讲真话的人少了，一般人不愿意讲，怕得罪人啊！我现在年岁大了，73岁了，古人所讲的73、84，阎王不请自己去啊！该死的这年龄了，还怕什么？
句句跟大家都讲的是老实话了。我对这个世界没有留恋的，随时可以走啊，我会走得很快乐啊，我也会走得很自在啊，有什么好留恋的啊？看看今天这世间人，他想的是什么，他说的是什么，做的是什么，吉凶祸福还不就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吗？啊，什么东方西方那些预言，那预言我不需要看了，我看预兆就看到了啊，何必听那些预言呢？啊，吉凶祸福将要来的时候，这个预兆非常非常多啊，我们就看得很清楚很明白。在下面说福将至，这个人呢福报快要现前了，观其善必先知之啊，这个人福报快现前，心地善良，行事善良啊，我们这些年来提出四好啊，存好心，说好话，行好事，做好人，你要能够符合这四好，我们一看你的福报快现前了。祸将至，观其恶不先知之，必先知之。啊，这个人有灾难来了。啊，为什么呢？心不善，言不善，行不善。啊，他的灾祸很快就来了。啊，这是叫你看预兆啊。我们看到别人有这些预兆，回过头来想自己。啊，自己看自己不容易啊。如何能够知道自己的善恶呢？别人是一面镜子，我们看看别人，看别人之后，然后回过来反省自己，看看人家有的善我有没有，人家造恶我有没有造，回光返照啊，你就能发现自己的过失。如果知道自己的善，善要增长啊，要继续保持。如果发现自己的恶，我立刻要改掉，后不再造，你就祸福远祸，远离一切祸害。这个里是最重要的，先须改过。那我想许许多多同修啊，从资讯上，从传闻上啊，都听说啊，人家讲啊，99年是世界末日啊，啊，有大灾难要来临啊。这大灾难来了，我们到哪里去逃避啊？我跟大家讲得很清楚，不必逃避，逃不了的啊！怎么样救自己呢？改过修善啊！灾难来了，也不是世间人都死尽了，还有人活得很好啊！啊，佛家讲的共业里面还有别业，别业就是不共业啊，在灾难里面还能够啊幸免。
哪一类的人幸免呢？心善行善的人不受这个灾难。基督教启示录里头也有这个说法了。他讲的是不信上帝的人要接受这个末世的审判。信仰上帝的人都能够得救。上帝是什么？上帝是善。基督教里面讲的十诫，十诫就是上帝。十诫跟佛法里面讲的十善业道意思相同。你能够修十善，你就得救啊。不信上帝就是不信十善啊，你还要造十恶，那你就要受这个灾难。这个的确有预兆啊，有先兆啊，所以一定要知道自己的过失。我们日常生活当中起心动念，我常讲啊，这两年讲得特别清楚，特别明显，一丝毫保留都没有了。讲得含蓄，你听不懂吧？自私自利就是恶啊！自私自利的心，恶心；自私自利的行为是恶心；自私自利的言语是恶言。话讲得再好听，那个心不善，言就不善。心恶、言恶、行恶，灾祸就来了。那么反过来，心善、行善、言善，远离祸害。你就能得福报。这个是古今中外永远不变的因果定律。现代人所讲真理呀。所以首先要发现自己过失，要认真呐，绝不能大意，绝不能疏忽。时间太近了，太迫切了。再不回头，来不及了。赶快回头。念念为众生，念念为社会整体的安全。从这上着想。所作所为都不离开这个原则，我们的心、言、行都善，可是要想存心言语行为都善，一定要懂得改过。所以第二段讲啊，改过之基，改过的基础啊，基本是什么？三心圆法。这个三心不是佛法里面讲的三心。
是了凡居士在他这一篇里面讲的三种心。第一，要发耻心，知耻。现代人最大的过失，不知耻，那有什么法子？不知耻没救了。第二要发威心，第三要发勇心。这个下面有简单的注解：知耻能生大勇。古人所讲的知耻近乎勇，勇是什么？勇于改过。不知耻的人永远不肯改过。什么是耻呢？过失是耻啊！用前面的话，心不善是耻，言不善是耻，行不善是耻啊！善恶的标准，我们学佛的人。是以释迦牟尼佛为标准。中国在古代念书的人讲善恶的标准是以孔老夫子为标准。论语里面说夫子有五德，这是夫子死了之后他的学生共同公认父子有五德：温良恭俭让。父子温和厚道啊，第一个就是温厚啊，第二个是恭顺，对人恭敬。绝没有傲慢的习气，做事情谨慎，小心谨慎。第三个善良，心地善良啊。第四个德行能忍让。幕后是节俭。借鉴是惜福啊，人力物力绝不浪费，不浪费人力爱人，不浪费物力爱物啊，所以是人民爱物，借鉴里面做出来，所以这五个字。我们要记住啊，温良恭俭让。释迦牟尼佛的大德就是实善，身不杀生，不偷盗，不淫欲。口不妄语，不两舌，不恶口，不绮语，意是不贪不嗔不痴，这是世出世间大圣人善恶的标准。那么我们存心言语行事违背实善，耻啊！这是耻辱啊！能不能就改过呢？不知耻就不能改过。
啊，所以知耻近乎勇啊！啊，知耻的人能改过，不能改过的人不知耻。啊，不知耻在佛法里面叫一禅体。啊，一禅体是印度话，翻成中国意思，没有善根的人，善根断了的人，为什么呢？改不过来了。这个在佛的教学，你看看佛教学分五个时期，啊，华严、阿含、方等、般若，这前面四个时期，佛对于这一类众生不教了，啊，为什么呢？没有办法教，不能回头了，所以说一禅体没有佛性。一禅体不能做佛啊！可是在法华会上开权现实，佛说的实话，一禅体也有佛性，一禅体也能做佛，但是不是这一生啊？这一生他改不过来，看来生啊，再来生呢？佛度化众生，生生世世啊！也许过无量劫又无量劫，他才肯回头。但是佛很有耐心。佛还是不舍弃他。佛的大慈大悲从这个地方显示。那么佛法里面用十善作为善恶的标准，我们很容易懂，很容易明了。我们的思想言行与十善相应，这是善；与十善相违背，这是恶。恶就是耻辱。这是摆在第一了。我在前年在休斯顿讲经，遇到蔡念生老居士的儿子，他是个大学教授。那一天我们在一起吃饭，讲到现代人病根，他说了不支持，这个话说得很正确啊！所以我们在桌上还有两位教授啊，我们在一块谈的时候，如何能够唤醒社会大众的觉悟啊，就是支持这个念头。我当时就提了个意见，我说你们这些读书人老夫子就都已经退休了，你们组织一个小团体来推动这个运动啊，这个小团体的名称呢，支持学习，我提他们很赞同，我说你们搞一个支持学习，你写一份章程我们大家来看看啊。那么我离开之后，不晓得他们有没有就推动了。支持学士应当在这个世间广泛普遍的推动，人人都知道修儒都支持了，这个世界就可以挽救了。人人都不支持，那是大灾难要来临。现在这个预兆就太明显了，所以有无法想象的大灾难，但我们从这个预兆上来看，
我们救不了社会，救不了众生，自己要知道救自己。到自己救自己都救不了，我们的佛白学了。我们这一生到这个世间来做人也是白做了。所以能不能自救，能不能帮助社会，能不能帮助众生，关键就在支持这两个字。第二，要发畏心。畏是畏惧，畏惧是畏惧果报。现在人不怕，现在人不相信因果报应，不相信六道轮回，有什么法子？学佛的人稍微比较好一点，知道有个六道轮回啊。你怕不怕堕三恶道啊？你怕不怕堕地狱？地藏本菩萨本愿经说地狱的那种状况，你们堕了信不信？过去古老的中国，每一个县城都有一个城隍庙啊。实在讲，古时候这个政治啊，是人跟鬼神共同治理啊。一个县，阳间有个县长，阴间有个城隍，也是县长啊。阴阳共治啊，城隍庙里面大家都看到十殿阎王，看到地狱变相图啊，那个地狱变相图啊，展示啊，像现在展览会一样展示善恶果报这个形象让你看。多少人到城隍庙走过几次啊？知道改过，不敢再作恶了。作恶什么？作恶将来就是受那种果报。所以这个地方畏也，是怕将来果报。将来一定要受果报。知为这生沉浸，沉浸心从哪生起来的？晓得。对于因缘果报的道理，因缘果报事实真相，样样清楚，样样明了，沉浸之心油然而生。对一切人，对一切物，对一切事，至诚恭敬，支持沉浸，这是善。第三，要发勇心，知勇则能整分，你断恶修善，你能提得起精神，你会真干。你不能发勇猛心，佛家讲的勇猛精进，你没有勇猛心，你还是懈怠，还是懒散。前面虽然支持，虽然沉静，很容易就退失了，退转了。你不可能有成就啊！
啊，懈怠懒散，因循苟且。啊，换一句话说，你还是要堕落，还是要受三途果报。那么了凡先生改过要基于这三个条件，这三个条件在佛法里菩提心里面三条都是属于身心，佛家讲菩提心，起心论里面讲的知心、身心、大悲心，观无量寿佛经上讲的至诚心、身心、回向发愿心，这个三条都是在第二条身心。身心是什么？是好德好善呐、啊！所以这个三条啊，都是属于好德好善啊，这是自利自受用啊，这是个世间法啊，不是佛法。要在佛法上成就，这三样是必须要，但是。这个三心呢，还是以真诚心做基础啊，此地的基础，基础里头还有基础啊，那个基础是至诚心，真诚到基础啊。啊，我们在这些年来讲佛，这个佛家教学的精髓。提出了二十个字，我写在这个佛像娘旁边的。时时刻刻提醒自己，如果我们的心不真诚，不真诚虚伪，不清净，你有烦恼，有习气，你有贪嗔痴慢，不清净的不平等，你有是非人我，有人有我就不平等，有高有下迷惑颠倒啊，你没有觉悟啊，自私自利，你没有慈悲与这个相反的就是耻辱啊！人家为什么都做佛、做大菩萨了，我还在六道里头轮回，奇耻大辱，莫过于此啊！为什么我不能做佛、做菩萨？支持是这个说法。所以能支持，这才能发奋勇猛精进，我在这一生当中要迎头赶上，我也要做佛，也要做菩萨能不能做得到呢？那在一念之间，一念觉悟，这一生就得到了一念不觉，你就没法子了。就幕后这个发勇心是关键。大乘经上常讲，菩萨善根呢只有一种，精进，勇猛精进是菩萨善根。世间法的善根，这经上讲的三善根：无贪、无嗔、无痴。对世出世间一切法。没有贪嗔痴，这是世间一切法的善根这都是属于菩提心的身心
啊，菩提心最后一条啊，这个身心是自利，幕后一条是利他了。回向法愿呢，把自己所修集的一切功德、一切福报，自己不享受，都供养给一切众生，让大家来享福。自己造福、培福不享福，福报让社会广大群众去享。所以佛家讲的三心比这个范围大，这里讲的这个三条只是菩提心里头的一条。你有这个基础，改过才有效果，你没有这个基础，纵然想改过很难。我们听到许许多多同修来说，知道自己苦，很难改呀，不容易改呀，改不掉啊。为什么改不掉？没有这个基础啊。所以了凡先生改过，他有一番道理，有一套程序啊。这是他的经验。他对他儿子教诲，他本身是个过来人，他怎么样改过的，他懂得这套道理，循着这个程序，他才能收到改过的效果。那么下面第三段讲方法，方法也说了三种，三种都要啊。第一个是就事上而改之，强之于外，病根总在。实在讲呢，已经就很难得了。在事相上，断恶修善。可是心里面呢没有改变呢，勉强在事上做啊，比不做好啊，效果不大。这是讲啊，专门从事上修的。如果从事上去修，而修的目的是希求名利，希求别人的恭敬赞叹，那这个心就不善了。行善，事善，心不善，有没有效果的？没效果。你所积的这个善呢，立刻就爆掉了。你的目的是求人家恭敬，求人家供养，求人家赞叹，现在讲的是打自己的知名度，这不善之心啊，恶心呐！这个底下这些一大段会讲到，恶心做善，做一点好事。这个是第一类。第二类呢，明理而改之，这个有效果。事理即明，过将自知啊。对于吉凶祸福的大道理，吉凶祸福的事实真相，你清楚了，你明白了啊，种善因的善果，造恶因
必定得恶报啊！这些道理、事实真相，你清楚明白了，你就有威信了。啊，你害怕将来这个恶的果报，不敢再做恶事了，过江自止，不敢再做恶事，知道做恶事决定有恶报，不但你做恶事，动一个恶念都有恶报，千万不要认为这起心动念没人知道，起心动念微不足道啊，那你完全想错了啊。甚至我们起心动念自己都还没有觉察到，给诸位说，佛菩萨觉察到了，天龙鬼神也觉察到了，为什么呢？起心动念呢，它是波动的现象啊，佛法讲的多，佛法讲的透彻，现代科学家也发现啊，在50年前，一些科学家还承认这个世界有物质的存在啊，把这些物质分析啊，分析成分子、原子、电子，现在讲基本粒子啊，还有个东西啊，好像有物质存在啊。近代科学家比过去更进一步了，知道什么？根本没有物质存在。物质的现象是什么呢？波动的现象。这个说法跟大乘佛法讲的非常接近。大乘佛法讲的是无明啊，无明就是波动的现象。这无明不觉生三细，境界为缘长六处啊。这是佛法讲这个宇宙人生真相啊。所以它的基础啊，确实是个波动现象。什么波呢？思想的波。心里头起心动念就是波动。微弱的波动啊，我们自己都没觉察到。自己一念善一念恶，自己都不晓得。为什么？这个念头太微弱了，自己还没有觉察到，佛菩萨觉察到了。为什么佛菩萨心净？这个心净呢，就好像现在所说的，接受的能力很强，极其微弱的这个电波，他都能收得到。我们今天收不到佛菩萨这个波动现象，我们的心太粗了，粗心大意呀。我们这个念头就像海里头波浪一样，大波大浪啊。所以佛菩萨那个波传到我们这，我们接受不到啊。可是我们的波动啊，无论是大的波浪，无论是极其微细的波动，诸位要晓得，这个动，这个念头才一动，速度之快啊，不可思议。刹那之间变虚空法界啊，所以给天地鬼神跟佛菩萨感应道教有那么快速啊。我们今天讲这个波动，一般都讲物质的波动，
物质的波动速度缓慢，所以缓慢也达到虚空法界，只是时间长一点，心里面念头这个波动现象速度非常快，刹那之间呢就变虚空法界。如果我们用个比喻来说，物质的波动啊，就好像水的波动一样，一个池塘，一个湖泊，我们丢一块石头，你看看，这个水啊就起了波浪了，慢慢的会变满这个池塘，但是它波动的慢，一定。它达到的边界变慢，那我们思想的波动呢，就像无线电的波动，它没有障碍，所以它的速度就很快。我们在这个地球上，从我们这一面到下面的一面正好180度，我们在此地说话，那边就听到了。我用无线电传播如果用水的波浪传播，恐怕都要两三个月才传到但是用无线电传播的时候呢，这个不到一秒钟就传到了我们晓得无线电波跟光波的速度差不多，一秒钟30万公里地球绕一周没有那么长距离，所以不到一秒钟同样一个道理，我们思想波的速度这个无线电波跟它相比那就是水波跟无线电波一样的所以千万不要以为我们起心动念不要紧，没有人知道，那你就全都错了你不了解事实真相尤其是我们修净土法门的同学你们都念过无量寿经你看无量寿经上说的，西方极乐世界的人，下下品往生的人，到了西方极乐世界，他这个六根能力恢复了，天眼洞视，天耳彻听，十方世界一切众生起心动念他都知道，那个波动现象他全知道，全都接受到我们只有自欺欺人，自欺欺人是耻辱过去无量劫来天天干这些错事，干这个傻事，没有闻到佛法，不知道事实真相这一生有幸运得人生闻佛法听说这个道理了听讲这个事实了，这还能不回头吗只要回头决定不再做错事了一定意识善，起心动念，言语造作，不离开十善业道不离开十善业道，给主说是从四上修的我们今天跟诸位提出这个十句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看破放下自在随缘念佛，如果你能够不违背这十句，你是明理而改之，起心动念处事待人接物我们与这十句相应，这是你真正觉悟了，你真正回头
与这个十句相违背，那你还是迷而不觉。你这一生当中，无论修学哪个法门，成就有限。换一句话说，不可能脱离六道轮回。但是你一定要晓得，如果不能脱离六道轮回，决定在三途。我们这个人间死了之后来生再得人生很少很少。为什么呢？与十善业道相应才能得人生。所以自己要好好想想啊，起心动念所作所为与十善业道相不相应。如果不相应，决定堕三恶道。这个道理要懂啊。第三，从心而改之，不取于相，如如不动，这是最高级的了。所以从心改啊，这个人决定出十法界了，这不是出六道啊。决定出十法界了，这个是真正聪明人，真正觉悟的人，也就是说，从心而改之，与我们这些年提出这个十句相应。这是从心上改，对于世间出世间法不再执着了，不再分别了，不取于相，就是不着相，如如不动，是将自己的心地清净平等。外不着相，内不动心。这个说法怕诸位还不能体会。我们再说的浅一点。什么叫外不着相？就是你决定不会被外面境界诱惑。这就是外不着相。你眼见色耳闻声，见了之后还会动心起心动念，你就着相了。你就被境界所转了。这是凡夫。这个不是圣人，这是迷，这不是觉。外面无论是顺境无论是逆境都能够不受影响。换一句话说，不分别不执着。这个心境相遇的时候，心地坦然，干干净净，一念不生，如如不动。这个时候就是楞严经上所说的，若能转境则通如来。你有能力转境界了，你不被境界转了。前天还有个同修跟我讲，讲算命的，讲风水，说我们这个佛堂，这一进来，中国风水的讲法了，左青龙，右白虎啊，
我们这个伯父这个位置上啊，是停车场啊，那边是基督教救世军呐，我们青龙这个方位上，是疗房宿舍，有人提这个提议，好像这个位置不太好啊，这个停车场放这里不太好。我看看为什么不好的，很好嘛。青龙这个方位里面都是出家人，都是念佛人居住的，哪有什么不好的？真正有修养、有道德，自然转境界。不必去理会这些，凡是算命、看相、看风水，都是心被境转。风水好不好，没有一定的，要与人这个心情绪相配合，你居住的这个环境住得很舒服，住得很快乐，这个风水对你就是好的。如果你住在这个地方啊，心里总是很不舒服啊，总是感觉的很别扭啊，烦恼很多，那个风水就不好。不要去问人了，自己有非常明显的感触。但是凡夫会受环境的影响，因此居住的环境确实是应当要选择，因为我们受环境影响。尤其是今年，是今年世界末日啊，人家多半从星象上说的。今年太阳系的风水非常不好。我们中国人讲风水啊，外国人讲磁场。今年是七八九三个月，太阳系的磁场非常不好。这个行星排列成一个十字架。这样排列了，对我们有影响，影响我们的情绪啊。一般人在这一段时间的时候，心生惶惑，情绪不稳定，烦躁，容易发怒啊，身心不安稳，这是受大环境的影响啊。我们居住这个社会要不安宁，身心都不安。所以今年七八九三个月是太阳系的这个风水不好。但是我们自己小环境的风水好呢，可以抗御，可以抵御它。这个干扰就少了。所以要懂得。你看中国人居住的环境房舍方方正正。这个好，人住在里面的时候舒畅。如果这个房子是个五角形的、六角形的，住在那里就很别扭。我们隔壁疗房这一边，最后的那一家，我去看过，他有意思要卖给我们，我去看了一下，看了一下之后，我不要了。为什么呢？风水不好。他四个房间，主卧室是他夫妇两个住的，是个长方形的。另外三个房间都是五个角的。他三个女儿住在那里。我就问他，我说你女儿住在这个地方，他们这个思想是不是很奇怪呀？他就跟我说，
他说：“法师，你怎么知道啊？”啊，他说：“我三个女儿胡思乱想。”嗯，我点点头，没错。为什么呢？住无咎形的房子，在一般讲风水时，住满一百天就会胡思乱想。啊，所以我问他做一个证据，他给我说一点都不错，三个女儿都胡思乱想，没有办法管理。啊，这个就是凡夫没有定功，没有智慧呀，会受环境的影响啊。所以那个房子我一看不要，再便宜我也不要。啊，但是很便宜实在还是可以要。为什么呢？我们可以放东西做库房，不要住人就没事了。住人做客房也没有问题。只要不超过三个月就没有问题。超过三个月就胡思乱想。啊，所以外国人做房子都是做的奇奇怪怪的。啊，不像中国人。中国人是方方正正的。啊，不一样啊。啊，所以外国人居住的地方往往住不长啊。他常常搬家了，就是这个道理啊。啊，中国人你看看建了房叫老家了，一住这几百年呢，传多少代呀。啊，他怎么会一样呢？啊，所以这些道理啊我们要懂得。最高级的这个改过是从心地上改，心地真正改了之后不受这个影响了。啊，你像五觉六觉八觉，真正修道人在那个地方入定毫无关系，反复不行，受不了啊，受不了这个磁场。有道德的人没问题啊，就有道德人从心上改啊，这是最高级的方法，菩萨的修学。菩萨要改过啊，菩萨天天改过，菩萨勇猛精进啊，菩萨尚且如此，我们凡夫要不改过的话怎么行呢？啊，菩萨不肯改过就不能往上提升啊。诸位晓得菩萨51个位次实现是住、是行、是回向、是地、等觉，这都是菩萨位次，51个位次，改过才能够往上提升。到等觉菩萨还有过失，啊，什么过失呢？最后一品生相无明没破，他还要改过自新，把那一品无明破掉，这样才能达到究竟圆满的佛果。这妙觉位啊！啊，我们现在人强调改进，啊，改进两个字怎么讲？改过进步。你的过失不改掉，你怎么会有进步？啊，改过就有进步，叫改进，不断的改进。等觉菩萨还要改进，到如来果位上就没得改了。没有过失，真的没有过失，啊，所以到那里就植入了，再没有进步了，啊，所以我们要记住，等觉菩萨尚且改过，啊，幕后这个结论呢，一心为善，正念现前，正念就是一心为善。啊，一心这两个字很深，啊，意思很深，没有第二个念头。啊，所以学佛的人，我也提醒过同学们，真正学佛的人，佛慧双修啊，啊，我们每天做的什么？修福修慧，啊，就干这么两桩事情，这是菩萨行啊。啊，修福从哪里修呢？从断恶修善上修。修慧从哪里修呢？从不取于相如如不动上修。啊，
福慧双修啊，真干啊！无论什么人指责我们的过失，我们要诚恳地接受，不要去辩驳啊，仔细去反省，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这是圣贤人真实的功夫啊！啊，没有了，人家说错了，冤枉去给人家辨别，那是自己不对。啊，你拒绝不肯接受，以后永远没有人说你了，你有过失，永远不知道啊。那是自觉于善道。啊，这个静候就不远了。啊，我们在古时候，啊，古书里面看到这个《贞观政要》，记载唐太宗，啊，接受别人的劝告，这个皇帝了不起。啊，有人说他的过失。他听了，笑笑，都接纳。这个人走了，旁边人说：“告诉皇帝，他讲错了，你没有，他怎么会随便说？”皇帝笑笑：“如果我要不肯接纳，以后没有人敢说我的过失。你看看这个度量，成为历史上的明君，有他的道理。”啊，你说的对，接纳你，改过自新；说的不对，绝不怪罪你。啊，还感谢你。啊，这种态度就是欢迎别人说过失，他自己好改正。啊，说过失没有过失，跟他辨别，他是个帝王身份，以后还有哪敢讲？没人敢讲了。你看人家那个度量，啊，风度。所以在历史上成为一个明君不容易啊！凡是不肯接受人过失的人，我们中国人所说没有出息啊，什么事业都不会成就啊，那一生真是可怜啊，事出事发里头都不可能有成就。改过比什么都重要，这是将改造命运的起点，就从改过上做起。今天时间到了，我就讲到此地。